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建明。今天我想谈一谈民族的话题。实际上，民族的话题实际上就是一个地盘的话题，民族之争就是地盘之争。你比如说这个中国的民族问题，最为突出也最为典型的就是新疆跟西藏的民族问题，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地盘之争。那么这一块地盘，新疆这一块地盘，由谁来住？实际上并没有这个古已有之这种说法。像中国共产党所说的古已有之，是一种子虚乌有的说法。那么像维吾尔人所称的古已有之，就是新疆是他们这个古已有之的家园，他们称之为这个东土耳其斯坦，这个也是子虚乌有的。因为新疆它在汉朝的时候，它并不是维吾尔族的家园，而是有很多其他种族居住过的地方。你比如说楼兰，这个秋瓷的大碗，这些好多好些都是白种人的种族居住在新疆。那维吾尔人他实际上他并不是一个白人的种族，他是一个混杂的种族，可以说他是既带有这个蒙古黄种人的特征，又带有这个高加索人的特征，是一种混杂的种族，也可以说是一个突厥的这个种族，突厥民族它都是一个混杂的种族，它由东向西，它的那个高加索人就是白种人的种族特征逐渐增强，因为它向西征服这个西方民族的过程当中，融入了越来越多的这个白种人的血统，因为西方是一个白人比较多的一个方向，所以这个新疆它既不是汉人自古以来的这个家园，也不是维吾尔人自古以来的家园，而是多个种族的居住的地盘，一块地盘，那新疆，那么新疆也一样，那新疆呢就比较简单化一些。新疆它被藏人控制的，它被藏人征服和控制的时间就比较长，由唐朝开始，这个藏人呢建立的这个帝国，吐蕃帝国，它就一路扩张，那么就把这个以前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特别是青海的很多部族都把它驱逐了，或者是同化了，藏族成了这个青藏高原的主要居住民族，那么它就比新疆单纯一些，但它也，你也不能说这个藏族就是自古以来，就是居住在青藏高原上的这个土著民族，它居住的时间比较长，它居住了上千年，但并不是自古以来一直就是它的家园，
这个跟新疆是一样的，任何一块地盘都是由不同的这个民族和种族居住，或者是轮流居住过的地方啊。那么民族问题就是，实际上就是，地盘之争，就是新疆或者西藏或者别的，一块地盘，多民族的地盘，究竟由谁来住？究竟以谁为主？这个民族问题就这个问题，说白了就很简单啊，而且它也是一个现实的、很现实的问题啊，它不是由这个专制或者民主造成的，或者是专制或者民主能够解决的。你民主制度，你不可能自动的能够解决这个民主问题，不可能的。相反，民主制度，反而因为它的这个控制力，由专制到民主控制力的突然的松弛，它反而给这个少数民族的分离，它带来了机会。你比如说这个前南斯拉夫、前苏联，就是典型的例子，那么专制也可能，专制能够解决民族问题吗？也不能。当然它能够暂时的压住这个强势民族，压住那个弱势的民族，实施维持一种这种高压的这种统治。但一旦这个高压的压力松弛的时候，仍然会爆发民族问题，它仍然会分离出去，现在新疆还有西藏的苗头都是很明显的，现在全靠中共的武力高压维持，进行军事统治。一旦这种高压松弛减弱，一旦随着中共政权它的失控，或者是它的高压减弱，就很容易产生这种民族分离的问题。你比如说这个80年代胡耀邦对西藏10年的怀柔的结果就是，1989年的这个西藏，规模仅次于毛泽东时代的，这个骚乱啊，雪山狮子旗都占领了这个拉萨的许多标志性的建筑啊，他这个民族问题，说老实话，它是一种造化，可以说是一种造化。它也并不是这个，汉族并不一定是汉族制造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个新疆，它落入汉人之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那当然，久远的，你说汉朝、唐朝，这个不要去提它了。汉族对新疆失控是很长时间了，大概是明朝中期之后，哈密卫守不住，撤到嘉峪关，然后就完全失控了，那么接下来一直到这个乾隆时期，等满清刚入关的时候，他也没有功夫去往新疆那边扩张，因为他要全力，他要全力这个进攻这个南明，还有镇压这个汉人这块地盘上，中国这块地盘上，中国本土这块地盘上汉人的各地的反抗，他没有功夫去往新疆扩张，一直到乾隆时期，他的这个中国本土的统治已经稳固了，而且，已经是，物质取得了这个丰裕的物质的
那成果，所谓的钱，康雍乾盛世，有了这些这个实力的保障之后，他才对新疆和西藏采取了大规模的扩张行动。啊，新羌是在乾隆时期，落入满清帝国的之手的。啊，西藏也是这样。他并不是汉人侵占了，而是满清帝国侵占了。汉人当时已经没有国家，因为汉人的地盘也被端了，被满清给端了，被征服了。他跟这个汉人，他跟这个，当时的维族、藏族的命运是一样的，而且更惨。为什么呢？因为汉人遭到这个满清直接的统治，而且屠杀也是最狠的啊。你比如说这个藏人和维人都不用剃头，穿这个旗袍马褂，但汉人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不去掉汉服也是死拉死拉的用，杀无赦啊。这个统治就比新疆和西藏严酷的多了啊。那么新疆和西藏对维族和对藏族的统治，它还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间接的统治啊，就是由这个维族和藏人的头人来进行统治啊。那么对汉人就是直接统治。那么这个新疆和西藏，它在满清手里啊被占领。满清灭亡之后，他曾经是趁机独立的，一度是趁机独立的，但没有独立多久，新疆和西藏都发生了这个趁的这个满清垮台，这个军事占领的压力松弛，发生了这个大规模屠杀汉人的事件，特别是新疆非常残酷，但这个当时新疆最强的势力是满清垮台以后汉人的军队，他那个清军当然是以汉人为主，因为满清的这个八旗兵早就没有战斗力了，他是靠这个汉军，到了清朝后期的时候，比如说湘军来维持对这个新疆的占领的，那当然是汉军。那么满清灭亡以后，那个满清的在新疆的这些军官，那当然就成了新疆的军阀啊。后来几经易手，那么盛世才他也成了这个新疆的军阀啊，他就把这个维族的这个分离势力给镇压下去了啊。他建立了他的个人军阀统治，但这个仍然是非常危险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这个因为北洋军阀混战，以及这个国民党形势上的统一之后，对新疆根本就是鞭长莫及，后来又马上遭到日军的入侵，日本的入侵，还有共产党的叛乱，根本没有无力顾及这个新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外国的势力干涉，或者外国扶持这个新疆的维族进行独立，那么像盛世才这种人，他是撑不下去的啊。但这个造化弄人呢但新疆当时眼看就要保不住的情况下，就是在1942年啊。那么1941年、1942年的时候，当时苏联的这个魔爪已经伸进了新疆，而新疆的这个军阀盛世才他刚开始是跟苏联合作的啊。这个人很无耻啊，当然他的
他也有他的这个优点，他的优点就是，不希望为这个外国所摆布，就希望自己能够独霸一方啊，为之的话挖空心思，那么他毕竟还是抵挡不住这个苏联，因为苏联的实力太强大了。啊，当时盛世才眼看就要完了，但德国救了新疆，怎么说呢？德国救了这个中国对新疆的占领，怎么说呢？因为德国1941年6月22日全面的大规模的入侵苏联，斯大林赶紧调集这个。集中全力对付德国，就无力对新疆继续渗透与扩张的，这个历史的偶然，才是使这个，中国保有了对新疆的统治，否则新疆注定落入苏联之手，成为这个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甚至才根本拦不住，也许会成为苏联的两个加盟共和国，北疆和南疆各一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随着这个苏联的解体，新疆的北疆或南疆很可能就会真正的获得这个，少数民族的独立，但造化很弄人，德国无意当中挽救了，中国对新疆的统治，然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因为蒋介石他投靠了美国，他是属于这个盟国的一方的，反对轴心国的盟国一方的，那么美国和英国，包括苏联，都不好，问鼎新疆，当然苏联他不是，他虽然公，他是只是公开场合，他不好，对新疆提出这个要求，进行渗透，进行扩张，但是，不等于他私底下不在，不想，不等于他私底下不在搞，但英国和美国。他是不好，支持这个新疆和西藏脱离中华民国的统治，宣布独立，英美他是不好支持这个新疆和西藏的少数民族进行分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到了这个二战结束之后，那么中国它就获得了一个很有利的局面，我指的是这个，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很快就控制了，中国大陆，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短短的3年，所以蒋介石的果子被共产党摘去了，蒋介石抗日的。所获得的这个国际有利局面的这种果子，很快被共产党、被中共摘走了，那么当时苏联他为了全力扶持这个中共与国民党，争夺江山，那新疆方面他就没有放在主要的层面上，当然。这个苏联他还是希望新疆这个维族能够独立建国，甚至加入他苏联成为一个加盟共和国的，但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迅速崛起，对国民党在内战中迅速的胜利，令这个苏联改变了主意，转而扶持这个中共，主要往别的方面谋利，比如说蒙古独立，还有满洲的利益，那么就不再，
发挥很大的精力来扶持这个维族了，它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啊，而且又发生了一起这个维族的首领在坐这个苏联飞机到北平，当时北平已经被中共所谓的解放了，这个维族分离的领袖，三个领袖坐的这个苏联的军机到北平去跟毛泽东周恩来谈判，结果在途中发生的这个空难事故，三个维族的领袖都死于这场空难。那么这个毛泽东趁机下令这个彭德怀等西北野战军第一野战军进军新疆，这个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就不好过问了，就放弃了对这个维族的支持，因为斯大林是非常圆滑的，也非常现实啊。所以新疆和西藏落入这个中国之手，它有很大的偶然的成分，也就是运气的成分啊。